然后我们跟着一个苏斯王、啊、德国苏斯王、啊、在这个国会国民党参观，自動的，自動啊！你又行啊要。咁麻煩大家咧跟曬一齊行，唔好真係轉啊，因為博物館好大嘅。咁你自己轉嚟轉去咧，陣間蕩失路揾唔到啊嚇。咁同埋因為阿 Deva 咧一路會帶住一路介紹噶，咁啊所以跟住佢行啦嚇。好啦，跟住阿 Deva 嗰個喺邊度？邊個名？好啦，好一個。好。係。好，拜拜。軍師娘娘揸住啲劍，揸住個拳頭。OK， 嗰邊有啊，請你哋注意一下嚇，影相啊，你哋可以影相，我就冇辦法等你哋噶嚇。所以咧，你哋一定要跟，萬一有人動畫面啊，會喐噶。下面咧有啲 number 咧係話俾你聽嗰啲年份啊，嚇嗰啲檔案啊，對面都有嘅。
問完你哋嘅旅程，今次有冇影到啊？聖彼得柱㗎？啊，有啊有啊。呢條柱咧就係呢一個。哦。嗰個細路仔咧，頭頂戴個藍色框嘅咯，個威廉一世啦。哦。嗰陣時嘅季節咧，大概。哦，呢個戴藍色。所以佢個環咧係嗰啲動物嘅花嚟。哦，呢個藍色。你會見到好靚，嗰啲動物好多。嗯。佢膝頭哥個樣咧係暗咗啦。哦。咁啊，呢一位誒王子咧，大概十歲咁上下，因為佢誒離開咧柏林啦，跟住爸爸打波龍打嚟咧法國，所以咧佢咧就去到呢個馬車到田園嘅時候咧，就係車到田園度咧，佢嘅後邊有四個女人著住黑色嘅衫啊，見唔到啊？嗰位王子咧，個細路仔呢一位咧，俾斯馬啦，俾斯馬好緊要嘅，冇佢就冇得而知。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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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德國的工業革命。當時的工業革命呢，製造了個車呢，機械車。咁而家咧，我哋睇下呢一輛咧就是歐寶車嚟嘅。哦，歐寶車。歐寶車咧，佢用咗想買呢條路，做佢哋嘅車。點知道呢條路咧，嗱，嗰時咧，嗰時而家咧，你誒，咁後來歐寶咧點樣咧，賣咗俾 GM， 即係美國。咁啊，你知道如果對誒近期近呢幾年經濟有興趣咧 ，GM 其實唔掂嘅，但 GM 又唔好手，
歲咧，都好柔嫩嘅喎。咁而家咧，睇下佢點樣發展啦。呢一輛車咧係柯寶車1910，玻璃櫃裏邊嗰兩部就好似單車咁樣，張紙嘅底架式。哦，唔係，兩部都有牌子。哦，有實物嘅。有啦，好嘅。佢製造船啊！佢當時嘅造船，佢喺德國嘅工業革命。因為唔係汽油，就喺我哋落去下邊咧，你就會見得到啦。1927咧先有油站。OK， 呢度咧已經有 X 光啦，因為呢度已經德國人咧已經係。啊，嗰陣哦 ，X 光嗰個。OK， 又過嚟呢邊嘅光，睇下嗰啲聖家衣車啊。我得啦 ，OK， thank you。咦，你中國嘅喎，係嘛 ？OK， 我問下你哋有冇感覺到點解有張執照喺度咧？點解咧？就係想問下。因為咧，明朝開始咧，已經開始有英國有外國人咧，就去中國啦。嗰陣時明朝好開放。嗯。點知道咧？佢哋東歐團佢嗰、那個嗰類腰束成咁，原來畫家咧將後影相機啊、攝影師啊，將後邊將畫白咗佢嘅咋，睇落好似束腰咁嚇。佢哋受嘅教育係非常之高嘅。咁呢啲咧就真係有錢嘅猶太人啦。我哋睇下佢哋咧，好捨得攞錢嚟幫助佢哋自己嘅人嘅嚇。佢哋賺錢冇辦法啦，因為我望下嗰個棺材，我哋除咗出邊嗰個叫袋。日耳曼民族講嘅語言叫 Deutsch， 一種美德，一種語言，所以點解我將翻嚟德？
得意大利的意嚇，自帝國。右手邊嗰度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呢個可以講係一個不吉祥嘅預兆，所以對眼畫到咁空。哦，空。我望喺1914年8月，因為1914年咧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啊。當其時咧，威廉二世咧就同啲老百姓講：呢場仗打4個月，你哋就可以翻嚟啦，因為8月打噶嘛。哦。8月30日佢簽名同意發動呢場戰爭噶嘛。點知道咧有好多老百姓咧就諗住咧，皇帝都話。打4個月就翻嚟啦，呢場仗德國梗係勝利啦，係咪啊？所以啲老百姓咧攞自己啲財產啦、啲錢去投資呢場戰爭，點知道咧就足足打咗4年長仗，輸鬼咗，打死。啊！啲誒嗰次打仗啊，嗰啲早期啲武器，好啦，唔使啦，唔使啦，快。分唔到好傳統嘅一種嘅個教育啊，即係都係男嘅就去打仗攞權力。哇！只馬看花，拜拜。哇！嗰度一幅靚畫。真係煮飯煙喺度，玩 B B 啊女嗰度。即係煙毒嘅時候啦，今日都仲有㗎嚇。咁呢個時候咧，有一位好出色嘅猶太人咧，就係名就曼特松啦。哦，呢個名。佢哋祖先咧就1743年咧，特別嚟呢個係柏林嘅，然之後佢發表言論啦，呼籲全世界嘅猶太人，你哋要翻嚟。建一個以色列國，佢真即係根據佢嘅社論啦、寫書啊、演講啊，終於俾佢做得到啊！佢嘅後人，我要講嘅猶太人，1948年啊，建以色列國，你諗下幾巴閉？從呢個角度咧，係應該佩服佢哋嘅。好，而家咧，佢就黑仔嚟嘅。嗯，覺得。你諗下嗰陣時都60幾歲啦，佢中意咗有個女仔，先得個10幾歲啫。咁啊。叫媒人婆去説親啦，點知媒人婆翻嚟就佢話：，哎，講得個女仔話當你係老豆嘅喎，佢即係佢心痛到咧，可以寫到首好好嘅詩出嚟啊！俾人打擊到之後，但開始咧文學方面咧，呢、這個開始慢慢咧就出名啦。佢呢個普魯士，一講到文學出名咧，開始有大學嘞噃。其實以前咧，佢放咗有個旅行嘅書台上。我哋有好多信㗎，如果佢哋神物睇到啦，可能都仲覺得大，咁要攞嚟攞嚟睇，都唔會話俾佢嗰個旅遊嗰個留俾我睇，係咪先俾我留？係啊，你都會睇到係老豆嚟嘅。咧係東德嘅時候，呢個係納粹黨1933年嘅時候所做嘅，就是橡樹嘅樹葉啦。橡樹樹可以講係代表德國人啊，放喺旁邊嗰座建築物，即係你落車旁邊嗰座叫無名英雄碑。哦，唔怪唔怪啦。
講嘛。個啊，十六個，我啱。重型機關槍，係咪呢個盲槍？可能啦，但係咧，佢只係咁樣寫，佢五十四歲啫嘛。佢1925年病逝，你諗下1918年。呢個第一啦，唔總統。上任係幾多歲啊？上任嗰時你睇下兩速佢幾多點過百上啊，好捨得使錢啊。咁啊點咧？過十幾萬架咧，電單車咧，揸電單車要戴啲頭盔啊，著啲皮甲啊，咁啊。1927年嘅第一座油站就係咁樣噶啦，有冇見過啊？冇。你見過啊？1927年嘅油站啊？嗰陣時買車有一個問題咧，要20年啦。咁咧，我咧就係充記打字機。而家冇噶啦。AEG 啊嚇，冇。AEG。嗰個就真係打字機啦，呢個充記打字機嚟嘅嗰個。啊！嗰啲叫速記打字機，刷聽。啊！呢啲打字機。我見過咧，呢度呢度見過嗰度。嗰個。係啊，嗰陣時一啲。去全部咧，就睇啲化妝品啊、利維啊，跟住買速記咧，柏林嘅雪糕咧，嗰陣又想哇！啲帽好靚啊！我買咗所有化妝品啲時裝啊，而家都仲興緊啊，復古啊，唔係，而家興呢啲咯，即係復古翻嘅我都話。佢衰到咧喺電台嗰度咧話呢啲咁樣嘅猶太人，呢啲咁樣嘅民族，我哋應該要剷除嘅，即係話咧喺邊個講？係啦，喺電台嗰度講嘅。另外一個咧就大肥佬啊，郭輝賢。哦，即係打手啦。嗰個咩？就打手啦。哦，嗰陣時因為咧，你見唔見到啊？社會工人黨呢個咧就係嗰個共產黨班佢哋嘅標誌中力量啊，又係啊。所以咧，希特拉嘅第一個黨派叫 NSDAP， 國際社會工人黨，都係紅色㗎嚇。咁啊，而家咧，我有啲幅畫，啲眼光咧，好似好驚訝咁嘅。開始慢慢咧，我哋要進入去咧，就係呢個納粹黨。納粹德國啊，嗰度而家啲開始納粹德國啦，著緊衫。用個十字勾啊。係啊，呢個納粹個標誌啊。呢個其實咧係抄人嚟嘅，好早嘅時候。那個印度嚟㗎，印度嚟啦，代表佢唔係點解嘅？印度嘅佛教。壞咗啦！你唔使講啦，即係一撳呢個膽咁啊，叮就燈就會知道病人嗰啲內臟。不過你唔使撳啊，壞鬼邊個？嗱呢度咧就係你有影嗰個嗰棟門喎。係啦，格蘭登堡。呢、這個地標好緊要嘅，1933年1月30號有15000個人攞到火馬一攞出過嚟嘅。我而家咧，陳德嘅歷史一段時間嘅歷史，又曾經都係因為德國人嗰個恥辱啦。又曾經係啊，即係嗰段時間你睇，打全世界，打完之後咧又要賠。哇！真係好似紅衛兵嘅啦，啊！大陸嗰啲紅衛兵嗰啲，佢嗰陣時都係抄襲嗰啲。大英雄啊，靠舵手。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點咧？所有嘅男仔女仔，畫得好靚嘅，牙齒白啊，當頭髮啊，而參加嗰個就係希特拉青年團，有個女仔嘅 ，OK， 一定要㗎，男仔女仔，父母咧就要買套制服咧，係俾啲細路做嘅嗰啲制服。好似大陸啊嘛，小仙隊。或者要叫佢準備一個鐵盒啦，叫佢儲錢幫佢買車嘅。咁你諗下，你唔選佢嘅黨派咁優厚嘅條件，咁呢個係國民啫。喺國際上係點咧？睇下嗰五隻環就奧運會啦。咁你知道咧？啊，呢五隻環咧係喺1920年開始先用呢五個環嘅。我一屆咧就係1920年喺比利時舉行嘅，一屆嘅第二。個比例啊，呢個人使個勢咧，其實一個比例個大，個百分比咧就咁大。淨係呢個公仔都有成七八層咁高啊，應該。比例。有掟，即係連地基都冇喐過。咩人細細粒粒，樣嘢都大大嚿，大大座。佢係揾錯人，嗱呢個地標啦。蘭生寶門呢度咧就羅馬啦 ，capital 啦，即係話咧佢揾錯人，就揾咗密索里尼嘅。哦，呢個就密索里尼啦。咁啊，密索里尼其實佢唔係想揾密索里尼嘅，佢先揾咗係英國嘅愛德華八世啊。哦，點知道呢條友愛美人愛江山嘅，就為咗原油就伊朗嘅，所以希特拉同愛德華八世係好好嘅。哦，點知道咧愛德華八世咧就唔做啊。哦，海港站嗰邊啊，哦。先嚟參觀嗰度咯，地球儀。白石德嗰個嗰啲徽章。心理唔正常啊，弱智啊，殘廢啊，佢呢啲冇生存價值嘅，亦都包括埋嗰啲接屎嗰啲急。即係諗翻起好似。咁我哋睇下。簽名死的那些人，六十幾歲的那些老人家就沒有生存價值，沒有護士啊、醫生啊，他們稱這種呢是叫做安樂死的。嗯，祖祖呢就祝這些人試驗就死了20多萬。那時呢天主教教皇呢真的出面來說當時這個行為這些是很不為人道的，他真的是不好，但是他真的是
所以有一樣金錢影的，當時我們看到就是死亡工廠，所謂的死亡工廠的意思就是有三千多個人的，捉了之後都達這個站，在挑選那些身體強壯的男人女人做些農底工作。 如果你認識人子就不要，即是認識人賊就不用死，所以有一百四十多位養到肥嘟嘟，即是沒有色度，因為他們認識人子而納入了，需要英鎊，需要美金，但是那些老人家，那些老人家叫下去下面除了衣服，那些老人家就叫他們叫他們沖涼，其實不是真的沖涼，只是沖涼的時候就可以放一些毒氣，高溫的熱水就可以蓋住這些毒氣的味道，然後毒死了之後不可以燒。 咁啊，呢啲咁不為人道嘅行為咧，美國咧曾經咧打到去呢個德萊斯頓殘忍，即係對啲異族咁樣咁殘忍對待一啲唔同嗰啲民族嘅人咧，即係通常啲極權呢啲係咁咯。 一睇翻呢段歷史，又一種沉重嘅歷史嚟嘅。咁啊，教育下一代咧，已經有冇知道啊？呢啲咁多位。族嗰啲人啊，二副啊，個人我前啊，記得八零牌有個牌子啦。八零牌嗬。呢兩個字就炸英國真係俾人鬧咯。嗯。好犀利喎！我都記唔到。係。 總之佢就死咗㗎啦，唉，美國嘅報章咁寫法，56歲，我諗住56歲，咁啊，有人見到咧，親眼梁飛機起個城門就起飛嘅，其實懷疑咧係佢三十歲就病逝啊，仲有一位網友啊，55，亦不害貝斯咧，美國咧就係同蘇聯講好熟嘅，有樣嘢知啊，今年咧就50週年啦，美國嘅總統奧巴馬會嚟喎。 嗯，你哋會唔會嚟啊？早知道嗰段時間先嚟啦。行程嘅景點咧，為咗佢咧，朋友嘅兒啦，呢位啦，冇錯啦，啱啱上任妗，因為羅斯福係病逝㗎嚇。呢位咧就好害羞嘅，佢好怕醜嘅，又唔中意影相啊，咁我而家同佢影咗啦。唉，咁啊，呢位就斯大林啦，多講嘢嘅。嗯。咁啊，呢幅畫照片你唔好以為我嚟。 艾森豪將軍，朱可夫元帥，法國嘅將軍，唔係戴高樂啊，Castanet嚇，戴高樂將軍冇參與到㗎。哦。好可惜佢咧就死於癌症，再加上佢個兒子咧喺越南嘅時候，南北越同南越打緊，佢仔咧係死於戰場上嘅，所以好傷心嚇。咁啊，呢位就法國嘅將軍。 法國咧係冇離開呢個仲西之後咧，應該冇事噶。但係呢個期間啊，發生咩事咧？我哋稱為叫做血腥鎮壓啦。OK，血腥鎮壓就係1953下南越上發生，53年抗日時為6/1年咧就要起圍牆啦。但係咧，49年我最主要要知啊，49年發生咩事咧？由49年開始咧，即係成兩個國家，兩國家意思就係東德同西德啦。冇望下東德嘅國徽呢個花水就攞。 解啦，呢個取啦，就係工人啦，呢個元徽咧就學者啦，咁就冇乜西啦。嗯，呢個東德嗰啲啊，咩啊？總理咧係由州議員咧選佢出嚟嘅，乜嘢啊？總理咧係老百姓選嘅。 所以咧，有人選佢做四個族。嗱，今年咧，9月22號咧，就要。
女啦。睇下而家嘅女總理有問出邊位啊？馬克爾啦。你個西德。你對佢聲望如何啊 ？OK 喎。係咪啊？呢只股票嚟噶嘛？嗯。美國咧攞筆錢出嚟咧，係幫助啊西德嘅。所以咧，德國經濟又好快就好翻，但係東咧仲要賠錢喎。你要睇下自由市場，所以有呢個股票經濟又咁快咧，又恢復翻嚇，復市車啦嚇。屋企有冇呢啲咁嘅錄音機啊、咁嘅影相機啊、電視機啊、搞控機有啊，抌曬咯。好，而家睇下東德冇地方放啊。啊，咁嗰啲係啦，啲搞盤機嘅，麵包、士多，廚房啊，你哋嗰啲廚房都可以整個洗碗機。洗碗機嗰啲，呢啲都得車大家有聽。啊 ，OK， 我要話俾大家聽，東西德合併咧，其實好多德國人咧係愛推動係成搞開，呢個道呢句説話。我哋係一個嘅民族。OK， 嗱，講下面咧，就係12、13號叫東西德統一，統一咗之後咧，德國人口喺歐洲嚟講係最多，有幾多咧？有8200萬。但係講個面積啦，德國唔係最大喎。而家你望一望下一笪一笪一笪嘅人，顏色都唔同，要拉埋一齊咧都幾難嘅。上邊啊講客家，下邊啊講潮州。你諗下。要拉埋一齊，邊個人做得到咧？就俾市民啦。咁而家啦，望望下咯喎，東德就有五個州啦，一、二、三、四、五，五個州咧就係東德噶啦，包括埋直轄市就係柏林啦。你哋住嘅酒店咧就波茨坦啦 ，Potsdam。Potsdam 咧就係呢個布蘭登堡、勃蘭登堡州嘅州首府嚟嘅。呢個州咧好大嘅，就係普魯士嘅。好你哋琴日嚟咧就呢個州啦 ，Saxony 嚟啦 ，OK， 德萊斯頓啦 ，Leipzig 咧就呢個口號啦，推動圍牆打開噶啦。佢點解咁有錢咧？呢、這個東德嘅州，因為佢有24小時嘅飛機 DHL 就可以降落喺呢一個地方度噶嚇。咁啊，呢個州咧都叫做富裕嘅東德嚟講，呢、這個州咧亦都好。都係有錢嘅，雖然東德。你哋琴日食嘅香腸啊，白色嗰碌腸咧，最有名就呢個州嚟㗎啦。威馬共和國啦，馬丁路德出世嘅地方啦，拉卡相機咧，做嗰個玻璃鏡咧，就係野馬，就係呢度幾下呢度做㗎。嗱，雖然佢喺東德啫喎，但係佢哋嘅科技咧跟得上係西方國家，所以佢嘅名咧賣到今日都咁出名。嗰個相機拉架相機啊！嗱，呢個州咧就差啲啦，人失業嘅人就比較多啲啦。對你哋嚟講，知道下咧，寫英國嘅國歌嗰位音樂家咧係由呢度嚟嘅。啊 ，OK， 嗱，呢個州咧就是、女總理長大噶啦。咁啊，呢度咧就人口1600-1700萬咁上下啦，講東德啊。咁另外呢度啲咧就全部係西德啦。嗱，呢個州咧就好有錢噶啦，因為今日我哋有聽到過係 Benz 啦 ，Benz 呢個總部就斯圖加特啦。呢個州咧佢唔會講自己係日耳曼人，佢係講阿勒曼，阿勒曼咧就薩爾人啊 ，Self。所以呢度啲人講嗰啲德文咧，就好似嗰啲哭嗰啲格爾冷嗰啲咁樣噶，真係要揾人翻譯噶喎。仲有咧，佢哋好鬼死孤寒噶，咁啊好團結噶，所以要融入佢嘅社會，你哋都要花啲時間。愛因斯坦就呢度出世嘅，會唔 ？OK， 好呢、這個州咧就最大啦，德國嚟講，呢、這個州就係 Bavaria，no， 呢、這個州啊 Bavaria 足球隊有問打足球啊，你領咗神知啦，拜仁冇錯啦，慕尼黑 Munich 就係你嘅州首府啦，佢哋今年歐洲杯。好奇妙喎！德國隊，對德國隊，多門，你買邊個啊？拜仁，贏咗啦，贏咗啦，拜仁。應該打咗啦，未打，未打，未打。要等你哋去投資。差兩萬，未打。我哋嚟之前已經話德國兩隊。即係
真係好奇妙啊！嗱，呢度咧有 BMW 啦，呢度有啊 Siemens 啦，其實有錢㗎呢個州，佢係最大，所以呢度呢個州啲人咧，佢自己可以有一個黨牌 CSU。咁啊，我哋睇下西德以前嘅首都咧就 Bonn 喺呢度啦。波恩。啊，波恩啊！金融市場喺法蘭克福啊。Okay, 但寫信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喎，法蘭克福其實有兩棟嘅喎，呢個係西法蘭嘅，呢個西德嘅法蘭克福用呢個叫美恩河，唔係東北嘅法蘭克福咧，嗰條河叫奧迪河啊，一半喺波蘭，一半喺東北嘅，所以寫信就要清楚啲啦。咁啊，跟住咧，如果你話想喺呢度住咗有二萬多嘅丹麥人，所以如果要處理呢啲好急嘅。為了居留咁樣嘅咧，呢度可以快快脆脆幫你搞掂。你話如果嚟呢啲州去啊，二千幾萬人，你諗下有排俾你等。咁啊，呢一度咧就係今日你哋嘅行程影嘅勝利紀念處，因為嗰陣時呢個州咧係丹麥嘅，所以普魯士同奧地利咧要去打丹麥，勝利咗，所以呢個名咧就特別長嘅。呢一個咧就普魯士 Schlieffen， 呢一度咧就 Holstein 就係奧地利，所以都幾緊要下嘅呢個州啊。OK。德國人口咧就8200万，有13个州，包括3个直轄市，就係、是、柏林啦、漢堡啦、Bremen。有啲唔好明白，你頭先講嘅東德係5个州㗎，咁啊西德就外圍11个。咁但係嗰個柏林圍牆又話西德圍住啲柏林圍牆拎咗上嚟，有一西嗰邊咧係俾英美法所佔領嘅、嗯，所以咧。好多嗰陣時嗰啲同性戀者咧就走入嚟西柏林嘅，所以市長阿烏惹咧佢都係同性戀嘅，選舉嘅時候獲得好多同性戀者嘅支持嘅。其次有個好處趣味性啦，但係你諗下足足圍咗人28，分子孤城係咪？咁就嗰班啲年輕人，因為你又發動戰爭係輸鬼咗啫嘛，貪佢咧唔使服兵役，但係咧就冇咗個投票權。我定你話嘅呢個係優德爾同阿羅斯福已經針定，我話一定要將柏林對住盟軍嘅總司令部嘅，其實就係要睇住呢個史達林呢個鐵火國呢個全衛軍啊！你諗下。此刻咧，目前嚟講啊，佢哋嘅倒林嗰段拎足嘅時候咧，好，仲有咩特別問題？好長陣，唔聽啦，可以嗎？咁啊，差一個字，1点我哋就參觀完呢、這個德國嘅博物館，德國歷史博物館。嗰個就叫富業嶺嗰個設計嘅螺旋式嘅樓梯啦。